大家好，我是 Terrans， 今天我去了跑渣打马拉松，现在7:00了，就来起跑了。今天我其实就跑半马一组，8:00。一来到其实我都是第一次跑这个时间，因为一向都不是抽签，是今年开始抽签。之前我一向都是跑5:00+、5:30或者5:09那组的，是挑战组。不过今年抽签，所以没得自己选，8:00。咁啊，仲好啦，唔使咁早起身。如果唔係咧，我不嬲要3:00起身咧，先至夠時間出到嚟啊！嗱，而家咧呢度啊就係啲行李區啊，呢個喺我度擺行李噶。咁我唔知道啊，各位觀眾有冇跑馬拉松啦？咁如果你有跑嘅話咧，嚇陣間見到我嘅話就同我 say 個 hi 啦。咁同埋陣間我跑陣時咧，我都唔會拍住噶啦，我都唔會錄影噶啦，因為我都會專心去到跑啊。嗱，我而家咧擺低啲嘢先啦，我成個行李袋喺曬度啦，好擺低啲嘢先啦，咁翻到嚟咧再見啦。我希望今次個成績會好啲啦，不過其實我都冇乜時間去到練跑啊，實在太忙啦呢排真係。好啦，轉頭見啦。今年嘅報名人數有70,000+啊，賽道上我諗肯定會唔少人啊。嗱，我8:00起跑嘅時候咧，其實天氣都好清涼噶，跑咗成3公里咧先開始熱到身啊，覺得。不過天氣咧總括嚟講咧都係好適合跑步嘅。今年我跑头18公里的时候其实都很轻松的，但是余下落来的3公里就比较吃力了。不过最重要的都是享受整个过程，还有跑得开心。好了，等我跑到终点之后拎回行李再跟大家报告战况。好啦，各位啊，终于跑到翻嚟啦！哇，今次跑咧系劲辛苦啊，因为咧实在太过少练啦。咁啊，时间咧就大约咧2:19咁啊，睇我自己只表嘅个人时间嚟嘅啫。其实今次咧我跑到去西隧出嚟咧，已经系辛苦到不得了啦，系唔系话攰啊？系个小腿咧觉得系掹住咁样，应该系练得太过少啦。不过冇办法啦，实在太多嘢做啦，呢排真系冇咁多时间去到练。好啦，咁我就约咗朋友啊，咁啊一齐去食啲嘢先啦，咁啊下次翻嚟再见啦，拜拜。